我想要替我爸办转移。啊，不过罗董的后生已经替罗董转移了。你是讲罗乔峰已经把罗董给带走？你敢知影？伊转去倒一间病院？海生的，这我就无清楚啊。想袂到，等下是慢一脚步，今晚是要去倒位找爸？既然罗乔峰打这么硬，为着爸的安全，那么只好跟伊硬断的。老实讲，我对原本那间病院是愈来愈无信心嘛。本来是讲爸真硬就会清醒啊，谁知影试过了。变作安尼，话拢无阿多讲，因佫讲查袂出原因，我真正足生气啊！参照这种无负责任的态度啊，爸若有甚物三长两短，伊是毋是同款佮一句讲查袂出原因，安尼即件代志就安尼过去啊？就想要安尼，我才想要替爸转移，替爸找一个佫较好的治疗。哥。既然爸转院啊，你敢毋通甲我讲，伊转去倒一间病院？你较无闲，我会当定定去看伊，照顾伊。先算问医生看卖，看敢有其他治疗方式。拄仔已经转院啊啦，新的病医讲会替爸做一届详细检查，我看检查结果安怎，我才决定是毋是完全要交予病医来照顾。我咪先算甲恁通知啦。哪有人老爸住院？啊，无爱有查某囝甲囝婿，知影伊住伫咧倒位啊？照你讲，查某囝是照顾父母，后生拍拼事业。哇，你遮尔啊敖，你全部拢要包，你经到头，敢毋是尔啊看？恁哪有闲通来啊？我去病院找我爸，都打电话温柔通知信息啊。雅姐，你竟然第一时间通知外人？联合起来对我兴师问罪啊，成姐！不管你跟阮爸安怎兄弟来兄弟去，这个关系敢比得过我这个亲生后生？我无想要让任何的人去搅扰伊，你无尊重我的意思，咱敢会伤过分啊？乔峰，你到底是紧张啥？到底有什么理由？还是讲你离婚嘛害恁爸，所以才要给藏起来？想跟我跟阮爸藏起来？我都才跟讲过啊，无想要任何人搅扰伊。那你我嘞，我是爸的查某囝，敢讲嘛袂用的。亚姐，你唔通袂记啊，比生王不是细路啊。卖讲你已经嫁出去啊，就算讲你也未嫁出去，你嘛唔是爸的亲生查某囝啊。还佫，你想任何外人来质疑我？你这款话。好歹以后伫咧再见面，就去讲一遍。亚杰结婚的时阵是谁牵伊的手加红地毯的？是再见甲云金明两个呢？你讲亚杰毋是生了？这款话莫讲是再见听到会生气，就算讲是云金，伊听到嘛气甲甲你扇碎皮。阮确实感觉你的问题真大呢。哪有可能讲啊？你的老爸受伤这么严重，结果你甲伊藏起来，无爱让伊查某囝甲伊朋友来探病啊？我看除非是你心内有鬼啊，你才对阮大家这样提防。你拢把我的好意往歹方面去想，对我当年安怎看安怎袂顺眼啊？就算讲今仔日我要把阮爸藏起来好啊，这有啥物奇怪的所在啊？也过，我妈今麦伫咧倒一间病院，阮爸拢唔肯讲，阮妈家己的后生阮妈到这种程度，你若唔去怀疑阮爸，伊到底啥物企图？货币是分袂不清。现在现在是清醒过来，还没跟我说话，这状况完全不一样，你大声点啊！我要怎么安置我爸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站出来说看看，多一个比我更资格安排我爸的治疗。敢说你真的要把老家母弄给送来这个公园？把我们老家母跟老家所提的人是你们陈家平仔两个人的。假使我今天要把老家母跟老家所提，我快请教你们平仔两个。是谁进来不忙嘞？是谁进来不忙啊？什么理由？你敢不敢开门？啊！别怕，恁根本就嫌麻烦嘞。参照你这种态度，我哪敢恁讲？我爸怎样对？
你唔讲啊，其实嘛无差别呢。我讲我是一句话啦，我只要想要知影兄阿弟在倒位啊，你藏袂掉的。咱大难不死呢，我相信以后无人会当阁甲咱跳分开啊啦。卡定着咧，以后咱的日子是孤孤单单。我知啊，就算讲我鬼车，也记得啦。你卖去地府找我，当然啦、啊。像家像阮翁哦，一定是做错事咯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连我拢无在条个跳分开啊，像家卡着伊。是你，阿姐，真正是你忘不掉。虽然你那边生作一模一样，啊，不过伊的眼神和骨态都完全无同款。不管你真正身世是啥物，你才是跟我自细汉做伙大汉的罗家福。哥，哥。爸跟妈嘞，我问伊当阵啊，兄啊，着找一个所在，甲安大好势啊。啊，那恁爸爸，阮大哥是安怎？阿伯甲另外一个家风起冲突，发生意外。真正是哥，家风，你先冷静下来啦。卡叔公爸那真正有啥物问题，那安尼干爹甲文瑶嘛无可能遐平静甲咱讲这件代志。啊，而且亚杰还佫有信泰，应该嘛袂这样定着啦。对啦，你看金玉这样定着，才定到。你该去学一挂。即马兄啊，有迄个台面上的家风啊，甲藏起来，阿妹你免烦恼。伊只步数啊，我有办法通好处理啊。我会予伊连伫我面头前藏一块饼都无在条，所以佫较免讲。兄啊，一场在你遐大场，我真简单，都我都会找出来。安尼就好啊。我伫想我的身份。无得卡，你早拢知影，只有我家己最后才知影。我敢毋是甲你讲过啊？你就是你啊！不管你是啥物身份，叫啥物名，迄拢无重要。唔过。敢知影？我不是伊的亲生后生。哎呦，你这是在讲什么戆话啦？什么你不是在兴后生？你永远拢是在兴的后生。忘不掉，多好亲像。你永远是我的哥哥同款。你永远是罗家的囡仔，是我跟安吉的大兄，也是妈。上疼惜的大汉后生，好啦，大家莫先着急讲这个代志。我想恁两个迄当阵一定有亲目睭看到是谁开车给恁两个弄在山坎的。虽然讲，阮心内拢知影是谁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会当搁确定一下。就是恁心内所想的迄个人无唔对，就是迄个台面上的罗家峰。
这么没人性。之前见到家风，我刚买菜，伊对你是有感情的，结果呢，伊的感情拢是假的。为了利益，伊甚至想要提你的命呢。我有看到伊的人，伊的眼神足沉沉的。我若想到今日要跟伊做的生活，我就感觉足恐怖。我知影伊毋是你，所以我好好保护我家己，你毋免惊。顺便问你者，有一个人啊，真想要看到你，你敢愿意跟伊见面？家峰，你有约到干爹是咧讲什么人对无？迄个人，伊冒着会去用跳步的风险。早来甲我偷录音，摕等于放好，当咧昏迷你听。所以我咧想，伊应该是有想讲要甲你幸福阮，要过现在后来伊就中风啊，所以毋才失去机会，毋才害你刷落来吃遐尼济苦。是啦，虽然过去伊是做毋到真济代志。不过他也有受到报应啊，我相信以后他会真心悔改。你敢愿意跟你妈妈见面？我现在没想要跟他有任何接触，可能感觉很无情，不过我心里真的没得接受，请你给我一个时间。哥，我当了解你的感受。当初我知影自细汉，就照顾咱三个囡仔，要阮经济个，是我亲亲爸爸的时阵，我嘛真痛苦，我嘛无法度接受。何况是一出面就伤害咱家杨香水。我即马想要看到的，就是爸。只要能决定你平安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啊。这里免烦恼啦，我们拄只不是自家挂保证，我一定想办法保阿伯安全的。哼，我看你即摆上个想要看到的人不是兄啊，你想要好好看到的人应该是靖宇啊。靖宇，你是在讲啥啦？这位就在旁边啊！啊，你是知影啥话？你茫看伊两个病床安尼离无介远呢？你看伊咧看这位的眼神啊，对伊来讲哦，这袂属于儿戏感官，人家距离真尔遥远。你是毋是真想要这位提较我一下？真正是想要爬起来无问题啊，不过。对一个多想久的人来讲，雄雄安尼徛起来，有啥好？是啦，我那是哦，爱听医生、护理师的话，豆豆来不要紧。哦，豆豆来，这就爱伊的命啦。好啦，大家到三江刷美成吼，安尼家风就当个今日多做会来。好啦，现在到三江啊，啊，点滴瓶要注意者哦。来。